我常常是那种7点钟、8点钟、9点钟早上才睡觉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这样子的生活作息，很难遇到别人爱啊，不是很难遇到朋友，对，很难去吃饭或什么，因为可能晚上他们在吃晚饭的时候我才醒来这样。对啊，因为很多人都会说，哎，黑人饭饭，你们怎么不那个介绍一些好的女生给二哥啊什么的？然后我就觉得这题真的还蛮难的，因为不想害人家。不是，也不是这么说，可是就是一方面也是。对，就觉得他的那个对象会非常非常的是很难。所以报上登出来跟他的有关的新闻的时候，你跟黑人会私下讨论吗？他的部分我们两个都有一个默契，就是知道的越少越好。为什么？就是这样啊，就是他的是，尤其是感情这一块，可是他会跟我们聊哎，但是我们知道越少越好。所以你说他有跟你聊，可是没跟黑人聊吗 ？Yeah， 我哦有，难道对？哎，他这个人很。比如说我们唱商演在拼盘，然后他都是唱压轴嘛，然后有时候我唱他前面，然后他就是会监听哦，他会监听就是我有没有唱好哎，就比如说我可能唱黑白配什么，然后他唱他的，唱完他会打电话给我说，我觉得你刚刚那个黑白配真的唱得很好，然后对，然后或者是我唱什么最初的梦想，他就会说，我觉得那个音好像有点紧张哦，飘高了。哎，我现在离题很离。对，我们就等你讲完，我要讲。我看你要去哪里啊？救不了你。新歌，新歌。哎，为什么你自己问他？不是因为我们之前问过啊，可是因为他嘴巴就很紧，我想说你们三个跟他的交情应该是有不一样的内容啊。就殊不知你们两个那么俗啦。Jason 应该比较勇敢。哇哦，其实我这不是立场，应该也都是他也是很尊敬朋友的，很尊重，尤其像隐私。所以刚才在化妆室你说不能讲那件事情，为什么不能讲？哪一件事情啊？你跟黑人核对的那一件。怎么了？你先不准给我拿酬劳，你不要一直没事吗？睡着了，忘记这一段。范范，你们两个结婚的那一天，没有让 S 跟我当主持人，而让那个黄宏恩做主持人，是因为黄宏恩跟小米有答应你们说不会为难你们的任何来宾吗？不是啊，是他说他不要当啊，他说他只要当一个漂亮出席的明星。我说我不要当接待。你不是说你不要当主持人？那你后来干嘛要冲上去当主持人？他受不了，因为王宏恩主持的太烂了。因为本来王宏恩对这件事情好像蛮 care。不是，因为你就说陆佳怡，是因为陆佳怡就是很能撑场面，会讲好听话。然后他说王宏恩就负责搞笑。对。结果陆佳怡就撑场面之余，王宏恩也要抢着撑场面，可是他就很上不了台面，然后就变成你知道他的功能就你知道慢慢消失。对，他讲，因为我们常常出席有一些结婚的场合什么，可能就比较自在，然后因为部落有部落的节奏啊方式啊，可是当天来的还有尺度，就当天来了，哎，突然间好像就是很多不同那种不同领域的一些贵宾嘛，突然揪起来，然后你们这样子一弄，他整个是慌了，因为他是本来还蛮有自信，然后就渐渐软下来，因为就不敢开玩笑。力宏是杀手，主持人杀手吧，算是吧。他在台上讲什么牛排的东西，然后你们两个就冲上去了。哦，对，是后来王宏已经表现渐渐有点弱下来。对，王宏在跟王力宏聊什么？对，后来他牛本来就是在讲乔王这个题的这个梗啊，就刚刚我稍微暗示到了乔王的功力。对，我们从小就见识到他越来越厉害，然后后来就是会开始。本来是为朋友服务啊，刚刚那个，然后后来他就是会为整个球队服务啊，然后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那个乔王的功力大增。所以你这个故事 ending 你知道讲什么？就是说黑人变到什么程度？就是乔到范范了。原来是有梗的，原来有梗呢，就被打断了。你半年后才讲出来。本来有这个
这个打圈，然后又在完美的 ending， 有没有？对，你这样讲是可以的啊。对，是一段很好的 speech。那为什么王宏讲到牛排？是力宏讲牛排，他要说，因为他们去吃 Lori's 不是都要自己切吗？切牛排，然后他都会去找那个厨师啊。对，他都会说帮我切多少公分，多少多一点多一点。每一个朋友都说，哎，唐志忠因为他食量最大，比较大，差不多要多厚？对，帮他瞧。力宏讲到这个。学弟，不是不管是东方的还是清华的，我真的到哪碰到都学弟啊。我懂你这个故事。所以牛排越翘越厚之余，那主持人要怎么接？如果是王宏恩主持的话，没有，就是力宏自己不应该差题差到牛排也要翘。他就应该就要讲说，不但会翘牛排，而且他现在更厉害，除了牛肉，他还翘到人肉，就人肉。对。他讲那个光是那个厚的那一段就已经拖了好几拍，然后他讲话就很小声，然后他说什么牛排，对，然后你们两个不是冲上去吗？因为红恩是喜欢就是你讲一个话他可以接，对对对，然后他讲话很慢的红恩就，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全场贵宾都听你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这种，很闪，所以后来你就发火了。对，我就看不下去了。就是那个 moment， 因为我就想说，王力宏在台上这么好的机会，对，因为台下还有很多值得一起，你知道，共享盛举。有关牛排的故事，然后我就很不爽，我就说不行，我们要上去。其实我们上去后，我们有做超过的事吗？超级啊！我觉得很精彩耶！我觉得黑人真的要很感谢你的朋友。真的，我对这件事情我还是感到很抱歉。因为我们上去之后就非常没人性的提到了就是地雷。我抱歉的点就是没有把你控制好。你酒上太慢了，我那时候还很。所以你。你知道我们两个上去会出事，对不对？一定。所以我不上去拉一下。我觉得应该是全华人区只有你们有这样的胆子，因为洪恩可能也想要去闹。可是你那时候看洪恩主持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很着急？没有，我知道他会有一些笑点，但是要铺陈了。所以王力宏，你当时看到我就觉得被设计了。没有，那个真的是我们自己冲上去的。我觉得是被康熙来了设计了。没有，我们没有。当下就变成康熙来了节目。我们没有拍啊。因为你们太有那个风格了，你们太有默契了。你们两个人，而且打扮呢、啊、都已经是很像是某一集的康熙，就变成一个特别节目，十分钟的特别单元。对。所以你当时有很火大吗？嗯，我只是在想说怎么去化解。怎么去跟你们的互动 ？OK， 对，因为不知道会丢什么东西过来。可是我们丢的东西是你可以接受的吗？有些是接不住的，有些接不住。陈建州，你到了哪一个 moment 觉得完蛋了？就是你们请另外一位女孩上台的时候。女孩？不是女孩，男孩。男孩，你们请男孩上来，我才立刻把他拉下去。没有，我们没有请男孩上台，有差一点。有影片，男孩是坐我旁边，是吗？没有，范范，我们是请女孩，我们先请妹上去，他们俩就很大方的在台上这一段。对对对对，知道。对，然后才是。如果不是我们，你们就没有这张照片。对呀，这多值得纪念啊！这。然后反正后来好像是范范冲上台想要化解，因为妹很大方，很大方，妹就杀上来，她也很大方啊，她也大大方方啊，没有力宏有尴尬在脸上，可是阿妹完全是没有啊，她本来就是王炯炯啊，她所以说王炯炯，她是王炯炯，我本来就有尴尬在脸上，这是天生的长相，天生长相就是炯，但我后来看到照片啊或什么，我真的觉得很配。那种感觉。好了，酬劳今天给他了，慢慢斟酌。对，我跟你说那个，今天五千，你慢慢加。画面很好看，因为很会，很音乐很好啊。你这句话自己讲出来的。而且他们最后有拥抱哎。对，没有。其实我们。破音。其实尴尬不是这一块了。我真的对啊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在很自然，在台上不会尴尬。那哪一块尴尬？对，就是旁边这么多人，然后不知道会有什么样子的问题丢出来。没有。对对对。他其实本来还要多唱一首歌，是自己弹琴的，然后也被王宏恩搞砸。他这么会，他唱那个有一首英文歌曲，那个有。什么意思？就是 standby 了 ，standby。他本来多唱一首，
然后觉得哇，整个场面好像已经要有点失控，然后赶快想要绕跑下去这样。他讲的那个，他讲那个坐在 Jason 旁边那位，另外一位男士，我们是没有打算要。还好，就是我们没有要请他上台，只是最后那个阿妹跟丽宏很大方的结束了，然后我们就说好好好，不要再闹阿妹了啦，然后就说谢谢他们。我说那现在是不是要请何丑正上来？就只是他就讲了一句，只是口头上，他不敢的啦，他没有这么可怕。口头上，可是后来我们是不是就安排新郎跟新娘舌吻了？对。然后你知道范玮琪有多不可思议吗？他竟然想抗拒这件事。有，他在台上有这样。你真的很妙哎！你想，你认为你逃得过？哪有新娘要逃这个的？不是，因为舌吻我不喜欢唾液交换那种。对啊，所以。可是我觉得点到为止。陈建州当时认为是听起来有点可以完成还是不能完成？我觉得在一起就应该要舌吻。这是不变的道理吗？不是，你从小看电视，宇宙的定律 ，music video 一定是最后 ending。出本书吧，出本书要在一起就要舌吻。说真的，在一起久了，你真的没必要舌吻。你跟你老公也不是，他也是重要时刻就会来一下。现在都比较敷衍了吗？没有，我就觉得，可是我懂范范的感受，就是其实现在亲一下你就觉得很足够了。可是。婚礼上怎么可能没有这件事情？对了，就是那个 moment。那黑人，你当时是为了要挽救王力宏，还是说你就是狠了心要当众做下这件事情？因为他很放不开，提到就是有关这种，尤其舌吻。结果你以为会作罢吗？禁忌嘛，那个是一个禁忌。他不喜欢啊。可是我们好像完成了耶。没有，我从头到尾牙齿都叫闭存。没有啊，有吗？你有把他脸抓住哎。我用舌尖去顶开他那个嘴唇。那你成功没啊？因为搞了很久哎，没有成功，也有到口腔内吗？边缘，有突破牙齿，正确。所以范范当众抗拒啊，他很，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一直觉得耿耿于怀。他这一部分就是鼻尖。其他都是用分虾的。可是黑人，你们舌吻鼻尖。快到 C 了。范玮琪、小 S 同声抱怨，王力宏话家就停不下来。因为我们那天就是还有范晓萱妈妈，我们几个女生就在聊天，然后她就来，然后就聊到发声的课程，就是要什么用这个方式唱音阶。我们说哦是哦，就只是想要掰的位聊一下。她就说来你们试试看，然后最后实在就尴尬，然后范晓萱妈妈说 OK 好。然后我们就一直实验，在想说等到力宏走，我们要聊一些姐妹的私密话题。结果他就一直就话匣子很开。